上资深艺人曾志伟近来卷入性侵疑云。资料照，记者胡顺祥社，娱乐频道美综合报道。71岁华籍金牌女模教母韩颖华昨出面指控曾志伟是变相扯皮条，透过微博指他不止一次性侵女艺人。对于曾志伟、杨洁伟请律师提告，韩颖华高分贝说好做到。金牌女模教母韩颖华一早在微博表示，早就想公开曾志伟性侵一事，反射死韩颖华微博。韩颖华昨透过个人微博韩颖在此发文爆料，指曾志伟不止一次性侵女艺人，称他是变相的扯皮条。韩颖华说，曾志伟和其他男子曾迷恋亲民女模特，并把他们弄上车，所幸其中一名侥幸逃脱，是捷报为止。曾志伟暂无新的回应，反而是韩颖华今天持续发文，包括全开。韩颖华行事作风大辣辣，反射自韩颖华微博。一早有人提醒韩颖华，透露曾志伟将发表声明，表示某韩姓模特污蔑诽谤他，向法院起诉，并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，请他注意查收律师函。对此韩颖华只抢好做的。韩颖华稍早见一部暗讽曾志伟，他说有人私信来叫老婆子挺住，他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早就想公开这件事，好莱坞制片大佬被众多著名女星公开曝光后，老婆子指他自己就想即使有人报香港借人恶行啊。韩颖华认为不敢说不会有事，但有事临到老婆子也不会逃避，敢做敢当，为非作歹的人有几个在法庭认罪的？没有。